他两架飞机，谢谢穿越营地老衲法号中奖，感谢。好，我们有25个了啊！恭喜 T 的木恩五架飞机中奖了。走3到5步，来，5步，1、2、3，给五个南瓜卷，那我们还能走，还能走，后退3步，1、2、3，变身小鬼头，这有个屁用啊！贴纸1分钟后才会消失哦，干哈呢？玩呢？啥玩呢？玩呢？跟我俩？什么贴纸？贴 A 呀？偷摸我一下 ，Q 一下 ，A 接拉起。为了皮尔特殊的进化，我用灵魂做交易。A Q Q 往前走 ，A 接拉起，正好半管着血。A， 他敢上来我们就踹他 ，Q 一下，往前走 ，A 接拉起，再往前走，兵马上死啊！这边看能不能升个二，一下一过来 ，A Q 点炎接个 Q， 吃两个药接回血，啊西。没带凯旋，哎呦我操！科技与我的关系比较复杂。其实我们是小亏，你知道吧？但我就主要就是想演示一下我们的一闪。皮尔特沃夫，小亏，小亏，小亏。消亏呀、啊！插个眼儿去。我已经看透了。这把的优势没那么大啊。未来了，没关系。放了我一下，狗头人4级未绕我，绕我们的话，我们过来吃经验吧。这容易死，狗头人有闪现，这人怎么不走了是吧？啊，玩不玩啊？还呀？你明知道这里有眼，你说你老在干嘛呢？还敢克？不灭吸口。打不就打一下，还来呀？又来了？你是真牛逼！我发现你这人啊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要干啥到底。几趟了？你们有人数着没？几趟了？就硬要给我打回家，折磨我，恶心我，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赚不赚。也只是图。我不玩游戏，我来定规则。这怎么又让我也打死了呢？
这都啥玩意儿啊？这是卢仙打野千绝中的兄弟，我见过让野打死的，我没见过 一场游戏让野打死两回的，我头一回见，真的。五分钟让野打死两回，兄弟，确实行。快速回城啊，这是。狗头人居然不补这个兵，别用 E 就行啊，只要不用 E 都没有关系，别着急把 E 用了，那样狗头人就可以上了。等个六级，他已经耀光了，打我很疼啊。他把枯萎用了，拉起不用着急杀他啊，我们就是主号，我们就是主耗，我就耗一耗他血。什么时候给他耗回家了，就算我们胜利了。刁你，又来了，你是真能来，我发现。对，就摁来。我得踢你一脚，耶，没意到，有点伤啊。不好杀呀，这没意义，有意义可以尝试一下。没事，耗他回家。他这边没有蓝了。这咋还在这装呢？这是不没死过？这是？这还不回家，兄弟？我是没想到的啊。不过他这边确实不能回家。他回家，他要亏这么多。多兵的话他是接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人，但是这波你得亏人头加上你这么多兵，狗头人已经从右边传送了，让我看见了，让他传没有关系，我们直接一走，这都白白交闪现跳弹打了个双招直接回家，针眼我都不拆了，笨逼，他追我呢，我怎么又看见这卢仙在这打石头人呢？一过来 ，AQ 九头蛇 ，AW 柱，哎呀，
这波车还没补着，靠，应该拉起他的，应该等他走远了呢。不打了。哎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恶心他。来跑来。一下一回来 ,AQ 九头蛇 ,A 接。先闪。滑不溜一手 ,Q 一个盾。拉起。一下。不行不能上了。这卢仙杀人呢、啊、卢仙。别急啊别急别急别急。这波先 W 一手，天爵来了，来扣个盾，九头蛇，一给我来，队友来了，不好意思，啊，好的，你把这个打了。把塔皮吃了，我感觉啊，我应该能把一些塔也给吃了。2280，全都卖了吧，把三项买了。这玩意儿有三项没三项，它不是一个英雄。这波有大，可以去下路赶赶你。哎呦！下路赶客不到，我们可以去中路赶客一波。姐已经死了。在他看见我那一瞬间，他就已经死了，变成方块了。上去看看这狗头人能不能杀啊？可以杀。跟我来。啊！操你哥了！我的双 buff， 我可以给你人头，但是双 buff 我忍受不了。来，不行，这不能去了啊。我们只要不打他就行，摁 S 啊，别急，突一下有盾，走位，拉起，他不追算了。姐可能要秀我，我们不一定能秀得过他，先走了。来个皮孩。你能打过这狗头人吗？你别打不过他再。哎呀，来看看能不能把小法杀了啊。
先杀小炮啊，一一走，拜拜。杀我，小法师没有技能，这波可以杀他啊。这个妖德尔人，我们可以把他杀了。先进波草丛，一一下一过来 ，A Q 九重合，再接一个 Q。魏没来，杰刚死，没人可以。走回家。先来个小锤吧，扣费尔德战锤。双 buff 狗头，那狗头我就不去了。狗头，死了。基本上就一套，我感觉这千珏应该是不能打他们家石头人，我帮他把石头人清了，让他刷新点别的地方，抢我石头人，就是有病，打个石头人两个人打是吧，啊，这劫的虚区其实是有点高的，这个劫一套打我有点痛，给我控到死，没让我动。哎呀，这大卫呀，这大卫！劫在下了，他不敢上，我们继续带啊！这狗头怎么都乱配置了？没事，我们家马上三条龙。我们观察一下位的走向啊，差不多要过来了，三二一到了，先踢他一脚，把龙拿了，三条龙可以。我就不大他了，我大他容易浪费。这个小炮百分之百有大，我们不上了。去下路收兵了，1600死亡之舞。这狗头人有点肥了呀，看看对面中路几个人啊，踹他一脚，
可能要来找我。可以，这波可以支援过来啊，先移过来。大柱，点岩 Q A， 移一下，移回来就拉起。可以来大龙，来我们伤害够，三个 AD 这个龙可以拿，三个 AD 这个龙可以要，这波找到机会我们直接打龙。狗头云没传送，这个龙就拿下，狗头云有传送，买一赠二。这么多传送，这不能上了啊！走吧。这对面人都活了，就别打了。哎，这边把狗头鹰杀了，漂亮啊！呀，双杀 ，nice！ 那我们可以中推。没掉血，哈哈，你这啥意思？这老装什么？不是怂，你知道吧？你们打完龙肯定状态会不好。对面来大龙这里，你是指定是不能打，除非对面少人那行。看能不能打个蛤蟆。茶眼儿不上了，这边人应该五个，我估计不上了，回家了，出装备去。1600加2100，不行，钱不够。干嘛呢？什么意思？这回应该够了，狗头也死了。也往我这走，我踹他一脚。哎呀，我都后空翻，我都翻起来了。钱应该够了吧？嗯，够了，两件装备正好。给大省个闪现，我刚应该没蓝吧？我有蓝吗？刚才我刚才没蓝放大吧？还没了呀，这我没寻思他能跑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没想到他能想跑，这种时候还想跑什么玩意儿？